喂，你不要再睡了啦！美好的假日，我们去野餐吧。什么东西啊？你不是刚买一台新的机车吗？走啦，我们骑出去玩啦。什么？你怎么知道？你白痴哦！我们不是一起上节目吗？上个节目就被劝掰一台机车，你脑波有没有这么弱啊？哎，我跟你讲，我平常不是这样，所以这台真的很轻，座位又低又可爱，我就觉得真的很适合女生，所以不小心就入手了。好了好了，你不要废话啦，你现在赶快起来弄一弄，我们一个小时后见哦，哈，拜拜。脚这样子就完美落地了，跟我以前骑过机车都完全不一样。不愧是女孩友善机车哎、欸。那当然，下车。好。你看我这样轻轻松松的立起来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一般机车啊都超过100公斤、嗯，但是这台呢只有91.5，是不是很为女孩设想的车啊？哎、欸、哎，那我也来立看看中柱，感觉很轻松哎。啊，好轻松哦。是厉害吧？而且它整个设计的像水滴造型，好可爱，我被圈粉了。那天在直播上看到四个颜色都超级少女，因为我觉得白色很有气质、嗯，然后粉色又很适合我，因为很可爱。蓝色超级适合夏天、嗯、哦，还有个灰色，它那个消光雾面真的超有质感。嗯、面膜、雨伞，妮娜，你很夸张哎，你放那么多东西干嘛？车厢空间这么大，前置物箱空间也这么大。不小心就越塞越多、啊、人家的置物空间很大是很赞没错，但你也不用拼命塞，你以为是衣柜哦、喔、好像真的有一点。好啊好啊，赶快我们去野餐了， GO GO 好，来野餐吧，看三明治。哇，也太会准备了吧。然后我跟你讲，这个是冷食三明治、嗯、我跟你讲，我有存，真的假的？因为它拍照很可爱、啊、这是你的口袋名单。对啊，它是用什么日本的冷便当概念去研发的，所以它里面呢这些常备菜啊通通把它夹到三明治里面，所以可以用最少的淀粉达到最大满足感。那我们来试一下，试试看，我感觉真的很厉害，哇，这厚到不知道怎么咬。然后要上下分开吃，它肉，它肉好大，这个是地瓜，甜的地瓜。哎呦，这个肉好好吃哦，是烧肉，它里面还有加起司，而且它这个包装也太可爱了吧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我要拍照，太可爱了。我刚刚突然想到呢，有一间我的口袋名单是在民生社区的甜点店，它有超级好吃的饼干哦。好啊好啊，来我来我来我载你我载你啊！我忘了，怎样？我手机快没电了啦！我们刚刚一直拍照，没问题。噔、嗯，来，前面有 USB 充电孔，请这边。我都忘了，它拥有轿车等级才有的。没错，这个机车的价格，轿车般的享受，这就是我要的机车。真的以为自己在拍电影？对啊，这里呢很多神秘的暗门。嗯，怎么样 ？You love surprise？ 啊！哦，我吓一跳，我刚刚以为他是真人呢、欸。最后这个门，我们就要进去喽。进去哪？噔噔！哎，酷吧？是怎样？是不是有一种伸展台的感觉？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！突然想要走秀了，怎么样？来抖一下。
个呢就是巧克力夹心，来，它这个里面用的是70%的巧克力哦，所以吃起来会有点苦，你吃看。里面很酥松哎，而且它看起来其实很平凡，但是咬下去它里面是很湿润的口感，好吃哎，它好绵密哦，好好吃哦。因为它虽然说是饼干，可是它其实更像蛋糕，对不对？它有点介于饼干跟蛋糕之间的口感。而且啊，你吃这个饼干，你是不是会觉得它味道特别的香浓？因为它是来自法国的奶油哦。那我们接下来是这个生乳酪蜂蜜海盐。看得出它里面有包一块乳酪，而且蜂蜜海盐听起来就是甜甜咸咸的，对不对？试试看，因为它里面的馅好湿润哦。它好好吃哦，真的。里面是感觉是蜂蜜 cream cheese， 然后上面这边还有炙烧一点蜂蜜。我刚刚有看到，就是它有一面墙，然后有很多包装可以让自己很多不一样的，真的很好看呢。它的东西好吃，然后包装又好看，好喜欢，很有质感。那我们等一下就去买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就去买。怎么走到哪吃到哪？离开前还带一袋是怎样？这样才有我吃货的精神。我也是。好，回家吧。等一下。怎样？刚吃完甜的，不是应该要再喝点什么吗？好啦，反正吃完东西再喝点什么，好像也是合情合理。那我们就去喝饮料吧。耶，好耶。到了，哦，你这样很危险哎！哎呦，就看你聊太开心，差点骑过头。好险这台车有 CBS 2.0刹车系统，不然我们刚才就滑出去。三，就这间，哎，好可爱啊！好可爱的柴犬，哇，超可爱的，它真的超可爱的。我跟你说，这间最有名的就是这个柴犬部长棉花糖特调。哎，这不拍照不行哎，感觉好能 Q。哎，我们这个饮料是鲜奶茶，真的哈。对，老板特地帮我们做的。他这个奶泡弄得超漂亮的。对，哎，我刚原本以为这个是盖子，没想到它是奶泡，太绵密了吧？它怎么办法这么完整？哦，好棒！我们是应该要拍照，先拍照吧。先拍照，这么可爱要先拍，一定要先拍，不能喝。对，现在先不能喝，赶快。我要跟你讲多少呢？我自己在主持人，对不起，我们这边一堆人啊，对不起，真的太可爱了啦！好啦好啦，那喝一下，可以喝了吗？可以喝了吗？喝口感了，这泡泡好好吃哦！这什么泡泡啊？好绵哦！它这个鲜奶茶，我觉得它味道是茶味稍微重一点的，对不对？我很喜欢这种哎，而且它搭配奶泡，所以喝起来很清淡的那种奶。哦，好喝，好好喝哦。那我觉得我现在应该可以把柴柴吃了吧？啊，真的假的？这么残忍？这棉花糖啊，要吃啊！虽然它很可爱，但还是啊！你好残忍啊！真残忍！哎，你比我还残忍呢！你一直说很软，我就想咬咬看。哦，它是真的很软哎。它是软绵的，对呀、啊，很好吃哎、很好吃哎！我现在也算是甘愿回家了，你可以送我回家了。对，因为我有点困，我也是有一点累了啦。你如果还要再有点渴、有点饿，我也是没办法，好不好？好了吗？够了。好啦，到了。起床了啦，到家了啦。一整天屁股都不会痛哎，是不是因为我吃太多又长肉了、？No， 是因为我这台小蓝呢，使用的是汽车级坐垫，增加舒适感，骑久屁屁也不痛。哦，难怪我一直觉得坐起来很舒服，好像坐在云朵上一样轻飘飘的哎。那么，请问这台车子哪里买得到呢？哈，刚好我这里有一台，而且现在买车有首购优惠，买车第一年不用付费哦。这么优惠的车子哦。你要不要送我啊？但我现在回家了，所以要买进去 SYE 机箱上买，拜拜。